喜我们新任馆长及感谢带领致敬馆长。紫荆馆是台湾第一座国家级的考古学、人类学的博物馆，肩负着台湾史前文化、台湾原住民族文化跟南岛文化研究、典藏、展示跟教育的任务。在前几任馆长跟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，已经奠定了重要的基础，并且有相当丰硕的成果。今年是史前馆第十五个年头，在这个时候承先启后，面对博物馆当前发展的新趋势，史前馆必须以更前瞻、更有长远的眼光来规划下一个阶段的发展。